是不实力的 Frank Lair， Phil Mickelson 追得也很紧啊。不过我相信在 Tiger 正式宣布他要打名人赛之后，将会给今年的名人赛增加很多很多的新闻效应。当然是奥古斯塔非常乐意见到的一件事情。